为虚空。多谢大师，去吧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真没有想到我少林寺还有一位得道神僧，只是老衲一直没有察觉，真是罪过呀罪过。敢问神僧法号？老僧法号孔然。参见师伯祖。参见师伯祖。不可，老僧只是个藏经阁的扫地僧，诸位大师不必如此大礼。快快请请。少林寺百年奇才，被后人称为十三绝神僧的空然师伯祖还活在世上？十三绝是虚名，奇才百年是虚空，这些险些将老僧变为废人，还望三位大师不要将这个名号传下去，因为他只能害死人，别无益处。多谢师伯祖开示。啊，师伯祖，弟子们希望师伯祖开坛讲法，可以吗？阿弥陀佛。